咱们先聊聊这个最难弹的一首协奏曲，拉赫玛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啊。这个第二乐章有一段是非常美的作品啊，但是呢，其实有时候弹得太美了就没有效果了。比如说，这是不疼不痒啊，所以在弹拉三的时候一定要弹出疼痛感。弹出疼痛感。